cut to the cheese. Cut, 剪哈，切。To the cheese. Cheese, 追赶。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直接进入正题，直接进入重点。它源自1920年代，当时的无声电影编辑，为了让电影达到更好的效果，直接把这个慢的镜头啊，切到这个追赶的这个高潮，最重要的镜头。所以到今天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成了，直接进入主题，不要说废话。这很常见的哦，其实超好记的。My boss doesn't have too much time. Let's cut to the chase. 我老板呢，时间不多，就很忙的。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，价钱什么之类谈好。这很常见的哦。好，喜欢这个视频的话点个赞，希望大家能记住。